咦，这是什么油？我知道，没什么特别的内容。稻草人怎么会说话？原来如此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两周年快乐！庆典的话，不过还请收下我的祝福。召唤了残酷的祭师。翻手是腐朽的生，只有沉浮的灵魂才能绽放永生的花。我不喜欢别人站在我背后。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是我的猎物，我不喜欢有人拿脚看我的猎物。为什么你一个人站在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就永远只能凝望？爷爷，这里的快乐让我想起曾经的那里啊，原来是两周年嘛，无论如何这值得庆贺，生日快乐啊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求求你都在说些什么？这里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吗？两周年快乐，不知道您是否已经适应了这里，至少现在在这欢乐的气氛中。求生者将场上最后一台密码击破一至极限状态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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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，快来。我也不知道。是的，看起来的确是这么回事，看起来算新鲜。他在说谁？他们打算做什么？写日记真麻烦。哎，味道有点奇怪啊。大公夫人是无辜的，说到宜修，不该先去问问那些尊贵的特使们吗？可是，不是说好要一起抓萤火虫的吗？说来可笑，我曾相信过那些愚蠢的幻影，但那一切却随着这些世俗的喧嚣，血迹之时，我们所有的秘密与哀恨。二周年之际，谨表贺陈。是的，对于宴会我有些回忆，不，跳舞还是不必了。我们流派祖上曾世代供奉一位城主，据说每一代都会诞生一位神女。
是你解决掉那个野蛮人的吧？我都知道，就是住在一楼二号房的那个人吧？可恶！连老鼠也跟我作对！该死的老鼠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喝吧，让你喝个够。南台一别，长相依，此去茫茫，无可期。这是一场窥探生死的游戏，生者追寻着过往的回忆。来吧，我会带你找到他的。迷失的灵魂并不会消失，他们是声声虫鸣，闪烁日光，陪伴着你前往远方。两周年确实是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想留住这时的美好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的荣幸。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，越亲密的人越危险，你说对吗，索菲亚小姐？不对，应该称呼您为大公夫人。在我家众多祖传的庄园中，其中一座一堆历史悠久的雕像而出名。两周年了，生日快乐。另外，虽说早已春暖花开，在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，曾在假期时去市政医实习。左肩有大片淤青，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脑袋肿，暂时不要做太大的动作。白丽先生。请问邀请我到这里是需要主持什么祭典啊？原来是两周年。愚者在各自的纽扣洞里觅求乐园，美的化身，圣洁的海中女王。五字小姐，难道我不比冰冷的假人好吗？骗！大公夫妇之间的恩怨人尽皆知，真相其实早就清晰。在他人的帮助下，我才知道自己曾是一个还算有名的推理小说作家，却只是陌生发现自己身上多出了十几条伤口。我见过你，你会说话。告诉你也没用，我不相信你，除非你能让皮尔森先生不再和莱利先生碰面。亲爱的，
你看上去重多了，重到我几乎不敢想象十年后你会变成什么样。皮尔森先生，疯了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对不起，亲爱的，也许没有温度的你才是我所需要。已经两周年了呀，艾玛非常开心能认识这么多新朋友，愿大家在这里收获幸福。为了查清安娜所遭遇的一切，我扮作女仆进入女校调查。抱歉抱歉，刚刚在完成最后的组装，我没有迟到吧？那亲手编织的花环也还戴在我的头顶。当城市中开始流淌钢筋铁骨般的血液，人们的信仰也逐渐变得动摇起来，变成了维护信仰的一种手段。呵，啊哈，嗯，啊，哎，啊啊，嘿嘿，耶，嘿，嘿，喂喂，嗯，嘿嘿，嘿嘿。菲亚疑点重重，毕竟与王权相关的人都不那么简单。二周年快乐，感谢邀请。预言的话实在有点儿，不过真挚的祝福自然可以。你在图纸上画下第一条线时，仪态不知疲倦，冷静高效，完美精确的机器。或许我并不适合这样欢乐的场合，不过既然是二周年纪念日，还是送上我的祝福，生日快乐。仙宗也没有童话，只有光鲜下的腐败，怯懦的、吃鱼的、伪善的假象。Yeah.
下哎，那一天的日落很晚，我始终没有等到父亲运送古董的航船返航。国王因此大怒，怀疑父亲偷走了他的宝藏，下令剥夺巴登家族的财富和爵位。对我来说，食物是免于饥饿的自由，是大自然馈赠的吻，也是跟随太阳而来的梦。这份卑微的工作也不记得做了多久，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除了关于那件发明的模糊记忆。我的身体从小都不是很好，每次都是哥哥在身边保护我。初次来到这片土地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祖辈们来自这里。远方的流水曾将我带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们将我的到来看作是上天的礼物，巧合、命运，诞生了无意义的希冀。我是一名邮差，像千百个奔走在街道上的邮差一样，传递着不同的故事与秘密。我并不擅长与别人交流，也不喜欢。离我家不远的地方，曾经有一座荒废的城堡，那里曾经住着一位王子。帷幕拉开，舞台之上，我们是老妪，是孩童，是国王，用默契驾驭着各种古怪的体态，畸形的狼狈终究不容于大雅之堂。当神明的馈赠降临于世，信仰使神的子民重获新生。从我成为守墓人的那一天起，便知道拉兹这座圣殿我没有资格在此长眠。善者葬于圣殿，谎言，但这是个让人兴奋的谎言。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友谊。真啦啦真啦啦，在这个世上又有谁
能够拒绝这热烈又甜美的芬芳呢？到我了，在我前往拉兹墓园之前，我曾有过一段并不算漫长的旅行。全心接纳，但当来到巅峰，身处末路时，只需要轻轻点拨。终于来了吗？这庸俗人间的谄媚之音，就该再度接受我们的洗礼。地狱来客的羔羊，不容沾染人间的野蛮。哦，权势的浅薄见解，衍生出了那段著名的对话。农民没有面包可吃，他们快饿死了。瞧瞧，多么有趣的组合！财迷、权贵、绅士，哇哦，还有赝品。我亲爱的男主演，像极了那些该死的小市民。对一位广受爱戴的贵族来说，接见子民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义务。啊，无限的接近太阳，就等于无限地让自己受伤，坠入黑暗，深渊万丈。我从黑暗中醒来，向虔诚的教徒听从上帝的旨意，我听从食材，竭力地还原它的本质。来自一个艺术世家，无论是绘画，我家祖上都出过许多名噪一时的天才。黑烟飘散，也让绅士们明白，在化成灰之前有足够多的时间。清醒一点，不要沉溺于假象。我哈耶呜呼哈哈我啊
好，嗯。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能感受到自由和快乐。端庄、得体、优雅，我好像只是母亲拙劣的仿制品。嗯哼，嗯，面部肌肉的表达与灵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带走它则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它沉默且忧郁，有时又那么神秘。为什么要逃走呢？我亲爱的国王，在这永不谢幕的决斗场，成为……我知道他为我带来了些许不同，我知道我在康复，虽然最近的治疗作用。王座之上不过是一颗孱弱的心脏，当瓦砾被燃尽时，被战火侵覆。一个人的罪孽早已刻在脸上，额宽，瞳距，颧骨，内心的野兽在科学面前无处遁形。这些蜡像能变成囚禁罪恶的工具。蓬头的野兽，失罪于无辜的羔羊。迟到的正义，是我要赎的罪。蜡锅刚刚热好，我特意等候多时，这一次。我们一起。